我这是怎么了？心跳怎么这么快？我喜欢楠楠，他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难道我已经成为他的心腹了？可是霍总已经有老婆。 霍总，您放心，我誓死捍卫您的秘密。霍总，不对，明明是他喜欢我，我为什么要躲？来两个人，跟我去和恒通集团的周总吃饭。安娜，你跟我一起。 你跟我一起。霍总，您的咖啡。他才来多久啊，就能跟霍总一起谈事了？谁知道是不是用了什么不入流的手段勾引了霍总？霍总不是有老婆吗？他这是要当小三啊！是，安娜姐还在呢。宋诗宁，你给我等着！周总，霍总，好久不见，里边请。 你好，麻烦给我一份菜单。好啊，谢谢你。他刚点了什么菜？